们要进行的游戏就叫做捉鸭大赛。对，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捉鸭大赛的比赛规则。水上抓鸭比赛规则，每场比赛在水面上放20只鸭子上场，两个队伍同时开始抓鸭，每个队3人，比赛时间只有3分钟，抓鸭数量最多且用时最短者获胜。来，现场所有朋友请注意，第一组2支队伍，请准备，3、2、1，出发！好，首先要做好安全措施。大家看到，现在看到河水是比较浑浊的，所以呢，平时这个河是非常干净的，这是由于下了一场雨。我是一只傻鸭鸭，我什么都不怕啊！不要过来！盯着我！哇，你看，他们已经把鸭子逼到了角落。哇，这是一手抓了多少只鸭子呀？大丰收啊！哎呦，累死我了！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还有一只冲出重围了，逃过一劫，好险呐！好，哎呦，两个队伍都是收获丰厚啊！你们好运，好，好，好，一起开始。哥们儿，你这还能一鼓作气？就先出师不利呀！来吧，和鸭子们来个亲密接触吧。我说你这是抓鸭还是杀鸭呀？而且有的鸭子现在学会潜水了，我赢，我赢，这样的方式你的鸭子装不进来，哎呀，这个全都是损失啊。你看那鸭子走滑步呢。好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最后一只鸭子。别的鸭有轻功水上漂，可关键时刻还得靠我这水下潜呢。开始喽！